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早上7:30左右的时候，菩萨就公布了昨天5月30号的 net short position。让我们就来看一下大马手套股四大天王。你可以看到呢 ，top clock 呢就直接的有少少的被 short， 而它大是没有变化的 ，super max 也是没有什么大变化 ，cos 呢反而是减少了，基本上。我个人认为呢，现在空军呢都是在观望中，并没有什么大的动作，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，谢谢大家。